好啊，海草啊，哎呀，捡海草吃了，有点海草啊，青菜，回家扒一下。哎，你看这什么？来，哎，台风打上来的。台风刮风啊，台风刚停。刚停打上来的。这是小舌头鱼啊。舌头鱼，哎，这鲜鱼好吃。好吃的。哎，这还有个，这还有个。哎呀，这个大点啊。嗯，这个大，发白了的。可以，好吃。哇，这里你看，来，不少啊，不少。这里还有，哎呀，这个就挂对了呀。对，内脏都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都出来了。哎呀，吃是不耽误吃，刚退潮，因为啊都是新鲜的。对，那这边还有龙虾，哎，好多小鱼，不少。龙虾菜啊，泡水时间长了，颜色都变了。还有啊。赶紧的，那有一小盆儿。嗯，一小盆加一小草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啥子？哎呀，啥呀？哎呀，看了个尾巴。退潮搁浅了啊？搁浅了。活吗？哎，死了吗？杆儿是吧？杆儿了？应该是杆儿。没杆儿。哎，还活呀？还活。还喝水了？嗯。在里面晒的，退潮时间长，然后有太阳晒的，没有活力了啊！收了吧，收了吧，走。哎呀！